央视新闻联报报道，澳门行政长官许一成以视像方式今日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述职。习近平话：2020年澳门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，快速反应，措施严厉，在较短时间内控制疫情，赢得澳门市民和各有关方面高度赞誉。澳门政府在防控疫情同时采取有力措施，恢复经济、纾解民困，取得积极成效，促进澳门和谐。中央充分肯定许一成和澳门政府工作。